小卖部，哦，好，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 干嘛？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宪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宪哥不去也行，我怕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哦，一起吧。 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往后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别动哦。 能请你帮个忙吗？ 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，我们又带摄影助理。没事，如果宪哥不想帮忙，也可以。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林宪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 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。啊，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。这东西，稍等。哦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动，装个花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哦，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青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。 也是为了摄影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是有一份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这。稍微的，哦，对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夏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，放开！你先放。你那放手。 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仙哥，你是误会了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
我觉得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。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 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，OK， 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点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3、2、1。 再来2张，换个号，换个号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3、2、1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，你催什么催啊？你看不见吗？滚！滚！这个拉我，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 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林志，你快抢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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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我微醺，想起你